Little. Hello, 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打算用华语来录我的影片，因为有时候我讲英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好像很难 construct a sentence， 可是我的脑袋有时候又觉得讲英文比较好，可是我今天打算就用华语吧，所以今天我会让你们看我的生活，身为一个大学生，现在是9:10了。我要吃早餐，然后准备去上课喽。所以这个是我昨晚弄的 overnight oats， 里面有 granola oats 跟豆浆，然后我每天都是吃这个东西，除了星期六跟日，因为星期一到五我不想要烦要吃什么，所以我就直接选择吃一样的东西，因为这很容易准备，早上直接从冰箱拿出来，然后准备差不多准备去上课之前就吃。家，因为已经上完课了，然后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短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然后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